在 TVBS 超越自己，多元培育未来主人翁。我有一些想法想要表达出来，自信表达，赢在说话。最大的突破就是我觉得我变得更勇敢，拥有关键核心能力，在黑暗当中训练你表达的技巧，领先起跑点，黑暗中启发潜能。配音完声，体育播报，快速提升即战力。暑期营队优惠，请搜寻粉丝团 TVBS iPlay。